我们到啦，火山爆发了，准备。哇哦，你看今天马上人少好多，上个星期好多人。现在是10点钟了，你看，哎呦，这天，蓝天白云，蓝天白云，火辣辣的太阳。嗯哟，车里面空调好舒服。哦 ，maybe we can buy some drink 啊，这种天气卖那种饮料绝对好卖了。餐车又不在了 ，food car is go they don't come today 呀、yeah? ，people very small 呀、yeah, ，too hot、yeah. 太热了，啊，哦，静悄悄的，呜、哦，9点到1点，现在10点大概，嗯 ，check and spy again 啊。医院那个脊椎医院帮你检查哦、oh, chicken 哇、wow, the sell chicken here 哦、oh, space 哦、no. oh, is you no this one's mine my pet 哦、oh. my pet from a baby oh yeah hello you know hello hmm you know hello Nancy?Oh, her name Nancy. He's a pretty boy. Oh. He's a pretty boy. Adorable. You got a troll for me. Huh? Talking. You talking? You know how to talk? You see the look. The look. Uh-huh. Oh, you're beautiful. Yeah, see? Oh, you're beautiful, yeah? Ooh, so the beautiful, the happy. Yeah. Oh, he likes that.Yeah, thank you. Enjoy. Wow, how cute. So the at home. Yeah. Oh, 养鸡在家，你看见没有？美国人好可爱。啊，没有早餐。嗯，今天食物也少了，人少了，太热了。Come in here. Yeah, I. 嗯。Yeah, I want buy some corn again. 这个玉米啊，它更好吃。因为它不是很甜那种甜玉米啊，它就是种的时间短，然后口感不好。这个口感很坚硬，它时间种的久。This tastes different later we buy, OK? Yeah. 嗯，1美元半一公。嗯。We still have bean. 我们还有豆豆没吃完。你看这里都是他们自己做的那些果酱，啊。手做的香料，香料果酱，嗯 ，vegetable， 哦 ，kings in here， 蒜头 ，garlic， 嗯 ，today's old man here， 嗯 ，look。Look this tomato. Wow, this tomato how big? How big? $4 one pound, 4美元一磅。见过那么大的吗？嗯，茄子。One more 茄子。Wow, $6 now. Tomato, different color. 嗯，在这里买就是在超市买不到的东西，对吧？5美元那么一小盒，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比较天然的吧，它没有催熟，你看到没有？你煮出来吃的东吃搞口感不一样。哈，茄子 ，How to say 茄子 ？Eggplant，yeah， 茄子叫 eggplant，tomato potato， 5美元。啊，你来这里没有5美元，你买不到一样东西。3美元半。We still have a little bit。嗯。香芹。3美元。哦，哇哦 ，big。哎，这个叫什么啦？哎 ，this purple color, what a call?Come here. Hi. See here. Yeah, beach.
Yeah, the writing here is beach. I don't know, translate Chinese is what? Beach. 3美元半。三美元半两个，便宜哦。哎呦，好大哦，肯定上放化肥的。这不是牛皮菜吗？猪菜吗？4美元一扎，猪菜。cucumber $1 for one pound. Here, don't know say. Yeah. Cucumber. $2 for one pound. $2 each. Oh, okay. Three for five. Okay. Later. 2美元一个。两美有一个黄瓜，厉害！再看这个西红柿，畸形了，对吧？绝对很甜哦，熟在树上了。见过吗？嗯，拉的 king， 太热，太热 ，we don't need to go out now。太热了，不到外面去了。人少了，我们要买玉米了，就买玉米就 OK 了。Okay. Buy corn. We need a corn. Look, hey. Hello. I need to ask this guy.Let's see the price. Yeah, last week, $1 half. Hello. How much? $1.50. Okay. $1 half. 一美元半一个。Okay. 都熟了，应该。没问题了。太老还不好吃呢，对吧 ？Two or four or six. Yeah, I know. We need a four. Yeah, we need a four. We need a four. 买4公，大一点的。哎呦，好重。OK. $6. OK. Here's me. OK. Hello.We need a four. Oh, very heavy. Very heavy. Hello, 撤退了，太热了。今天东西也很少，太热了。绝对高温，92华氏度。中国的多少度啊？38，多少度啊？消费11美元，4公玉米要买啦。那个嘎了就是大蒜，小小粒的，它那种天然种的大蒜，助消化，但是吃了口臭，吃了在家就 OK 了。吃大蒜，下面我们去购物了 ，no， 你 go shopping， OK， yeah， 我们去买东西了，买牛奶，买一些 ，this our car， yeah， 买大米，哎呀，几天就要买东西。这样也是消磨时间，对吧 ？Hello， 午餐吃完啦，下面才跟大家分享，因为肚子太饿了。五个炸鸡腿就5美元9.99，然后呢，沙拉吃完啦，这个是那个potato 沙拉，就是土豆沙拉，里面它有鸡蛋，你看黄黄的，有点红萝卜，有点蔬菜，然后就是沙拉酱，还有那个土豆粒啊。很好吃哦，先生的 favor， 先生的喜爱。然后呢，就吃一点面包。面包我喜欢吃这个粗粮面包，它有那个坚果了，有那个 sunflower seed， 就是那个葵花籽，还有其他它那种香料。你看那些啊，反正是坚果粗粮的东西。这个是普通面包片，就是我们今天的午餐啦，你喜欢吗？五个炸鸡腿才6美元。大概1美元多一点一个炸鸡腿啊，便宜吗？很少吃，就是每一次去购物啊，看到这些熟食呢，就顺便买了，然后回来就不做饭了。看看，
很多蔬菜水果，买了一个大西瓜，今天第一次买一个大西买个西瓜啊，冻起来了，西瓜不冻就不好吃啊。看这些蔬菜，苹果已经冻起来了，这个是生菜啊，芹菜，生菜两款，平常吃这款生菜就更好，因为它那个药呢不会打架。红萝卜啊，这里蔬菜我全部都买到是那个有机的，水果蓝莓呀、啊、苹果啊，我还买了梨果，那个叫做樱桃梨果，我冻起来给大家看，小时候吃到大，杨梅啊草莓今天也买了，哎呦那樱桃梨果去哪了，哎呀我洗了放到哪里去了，这是苹果。哦，梨果，哦，梨果在桶里面，还买了一点那个酸奶，这个是小朋友的有机酸奶。哦，梨果在这里。同龄人看见梨果，你想吃吗？樱桃梨果小种的，肯定是来自南方的。看看，等会马上要吃了，看看。有很多大梨果啊，想不到美国超市有很多品种梨果，他们很喜欢吃梨果，想不到。那我的 mushroom 香菇要给它沥干水，草莓我的冰箱不断的，吃上早餐我们都吃草莓的，把水沥干以后我再放冰箱，吃完午餐了就准备处理它了，放冰箱了。牛奶啊，这些奶制品都先洗了放进去了，还买了几盒那个饼干，一大堆。你看，大家欣赏一下，川普。哦，这个是辩论，早期辩论，大家现在有的评论员在讲他们两个人的那种肢体语言，肢体语言表现出他的思维各方面。因为天热，全部把他东西放到这里，然后慢慢处理，因为这里空调嘛。看看啊，这个是有机的橄榄油，这次我买大罐了。这个是那个菜籽油，都是买有机的。然后这一个呢，它是那碱性的一个小面包啊，不消化，有时候先生他容易胀气，就给他吃这个。这个我今天特别买了一袋这个 coconut flour， 就是那个。椰子粉就是反正随便怎么吃吧，这个是玉米，你看他买了多少盒饼干，反正我要速冻。都要速冻起来，这甜品。哎，余文山，哎，余文山，哎呀，他跟屁虫，他很乖呀，他现在学会自己在家了。来，他妈咪给你 try a little bit， OK？ Yeah， good girl， say hello， say hello， yeah， 哎呀呀呀！又要摸肚子了，又要摸肚子了。You want take a nap now？ 他要睡觉了，他睡觉了。Say thank you， everybody like happy， yeah， like happy。我们现在在 YouTube 放这些他那个短视频，哦哟，一上去上千，最少是500，马上，人家很喜欢 QQ puppy。Cute puppy, Yuki, cute puppy, yeah, cute puppy, 西方人喜欢小狗，哎呀，What you want? You want cookies? Mommy have cookie, yeah. My mommy have a lot of cookie here. Say bye bye.